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解说的是十大弟子的第六位大迦叶尊者，苦行第一。那迦叶尊者呢，在十大弟子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个苦行的代表，他是一个少欲知足的代表。他在佛陀的心中地位也非常的崇高，佛陀曾分半座给他。那另外呢，也相传佛把这个教法付嘱于迦叶尊者，所以也有佛陀拈花迦叶微笑。另外，他厌恶女众，他也反对女众出家。那他是佛涅槃后的一个领导者，所以他在佛典当中呢有很多他的一个叙述。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呢，他是树下生的伟人，他是出生在中印度摩羯陀国的首都王舍城附近，他的家世呢非常的好，他是婆罗门的一个望族。家里面是大富豪，据说呢，他们家的财产比国王、频婆娑罗王还要多啊，所以可以说是富可敌国。那他的出生呢，跟佛陀有点相像。佛陀呢是在无忧树下，那迦叶尊者呢，他的母亲临产的时候是在一棵叫做毕波罗树下所生的，所以呢。这个大迦叶呢也有树下生的意识，那他非常的聪明，在八岁的时候呢就学习了各种学问，像婆罗门的祭祀、书画、文明啊、这个文学，还有这个五明啊、四吠陀啦、音乐啦、歌舞啦，因为迦叶尊者非常的聪明啊、所以他都非常的精通。那他的家世背景哈，刚才提到说，家里面非常的富有哈，跟他后来的修行哦有很大的反差。那因为他是修苦行嘛哈，这个穿着呢也都是穿着这个百衲衣哈。那跟他出家之前，他家的。经济情况呢啊有很大的差别。那这是提到了树下生的伟人，第二个呢是不同床的亲近夫妻。那因为他家家世很好，所以父母亲呢也希望说他能够早日结婚，早日成婚。他长大之后呢，父母亲呢希望他娶妻，但是呢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修道。那他从小呢，他就讨厌世间的这些五欲，那他跟一般的小孩子呢不太一样。那后来，因为父母亲希望他能够早日结婚，那他就说他雕了一个美女金像啊，哈，他说你如果要我结婚的话，要找到一个。像雕出来的这个美女一样，我才愿意结婚。后来呢，他父母亲就拿这个美女金像呢到各村庄去，结果呢真的找到有一位，比这个美女金像还要漂亮的人。那后来呢，不得已他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后来才发现这位美女呢，她其实她也想要修清净的梵行，她也想修行，所以他们两个就互相约好。不同床啊，就是有两张床啊，那就不同床而眠哈，这个是他结婚之后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呢，大概有12年的时间。后来有一天发现，父母亲发现说，他们为什么睡不同的床，就把其中一个床拆掉啊，拆掉以后呢，他们两个又相约哈。就是一个睡，那一个呢就惊醒啊修行，那惊醒累的呢就去睡，睡的人呢啊再
这个精行修行。那后来呢，父母亲呢终于这个寿终往生了，那后来呢他就出家修行，但是一开始呢也是跟外道，那后来这个他离家修行的时候，据传说他离家修行的时候的那一天啊，刚好是佛陀在菩提树下金刚坐，夜读明心成佛。那他因为他想要修行嘛，后来有人就告诉他，你应该去找释迦牟尼佛，他是当今的大觉者，他住在竹林精舍。后来呢，他就去这个竹林精舍。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找佛陀，他想说他要听听看佛陀说法说的怎么样。那如果说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佛陀呢，他就不要跟他出家。那后来听了佛陀的说法之后呢，他内心非常的敬佩，看到佛陀的庄严，那这个说这个法呢，是可以让我们去向于解脱的。他打动了这个大迦摄呢，后来呢，大迦摄呢，他也皈依佛陀，成为佛陀的弟子。那大迦摄呢，他很快呢就证悟了，他时间非常的短，那相传呢大概差不多八天左右，他就证悟。那在证悟以后呢，这个大迦摄呢，他也随缘的一个弘化。那这边提到说他乐于修禅定跟苦行，在十大弟子当中呢，他特别是着重修这个苦行。那苦行呢，在后面呢也会提到说，他其实他对僧团呢，也产生一些影响，包括我们后世啊，为什么说很多人修苦行，其实跟迦摄尊者是有关的，那第四个呢是佛分半座。那在迦摄尊者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呢，那佛陀呢就想说，年纪这么大还修苦行啊，所以呢就找他回来这个精舍。有一次佛呢到鹿子母讲堂，那个讲堂很多都是新学比丘啊，那后来迦摄尊者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因为这个新学比丘呢不认识他，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然后衣服呢又穿着白衲破衣的人进来，那就用鄙视的眼神啊，轻蔑的眼神，也不让迦摄尊者呢亲近佛陀。那佛陀呢知道大家在想什么，他就说啊，迦摄尊者啊，这个你非常的难得，那他说我留半座在此呢，请你上座。那后来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身穿百纳破衣的这个老比丘呢是迦摄尊者。那这个迦摄尊者呢，他顶礼佛陀以后呢，他也跟佛陀讲，他说我是你的末座弟子，他要与佛陀同座呢，实在不敢当，佛分半座给他呢。但是其实迦摄尊者呢，他也很懂礼貌，他说要跟佛同座呢，死不敢当。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得出呢，佛分半座给这个迦摄尊者啊，对他是如此的这样的一个尊重。那第五个呢，他托钵是择穷必富，他选择穷人啊。他跟有一位呢，他是择富必穷啊。其富不其贫的那个须菩提是刚好是相反的，就托钵呢，一个是选择
穷人，一个是选择富人。那大迦舍呢，他是选择穷人，因为他觉得说，穷人没有福报，应该给穷人多种点福哈。那但是呢，这个须菩提呢，他认为说，穷人很辛苦啊，他已经很没有钱了哈，食物也很少了，你再去跟他托钵，会增加他的负担。所以呢，他是其富不其贫。那后来这件事情被佛陀知道之后呢，你们觉得佛陀会做什么决定？一个是跟穷人，一个跟富人。佛陀怎么说？佛陀呢是他认为呢应该要中道啊，哈，不应该指向穷人，也不应该指向富人。但是呢，在佛陀的很多的他的对佛弟子的那个教说里面哈，基本上大家都依教奉行了哈。在这十大弟子里面这样子看哈，只有一位哈，只有一位佛，他的教说有时候呢，这个佛弟子呢不一定接受。这一位是谁呢？这一位是迦叶尊者，比如说修苦行的哈，因为他年纪很大了，年纪很大七八十岁了，那佛陀叫他不要修苦行，他有没有接受？他说没，他没有接受，没有接受佛陀他的一个劝告。不过佛陀呢，还是赞叹他哈，赞叹他修苦行。好，这个是讲到了托钵呢。择穷必富，刚才提到说，他有这个厌恶女性的一个倾向，在女众要出家的时候，他是持反对意见的。第七个呢，这个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啊。如果在十大弟子当中呢，只有他是圆觉根性。圆觉根性呢，就是如果佛没有出世，他也可以自利而得到觉悟。而解脱，这是十大弟子当中的圆觉根性。那第八个呢，是他主持佛陀的波涅盘的荼毗大典。那佛涅盘以后呢，迦叶尊者呢，他大概第七天呢，他就率领几百位的弟子呢，就回来。那后来呢，就举行这个荼毗大典。那为什么会有经典结集呢？因为佛这个涅槃以后呢，就有佛弟子呢，有这些懈怠的佛弟子呢，他就讲说啊，佛陀终于涅槃了，我们终于自由了，佛陀呢在的时候，叫我们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现在呢，佛陀不会约束我们了。比如说六旬比丘里面的跋难陀，他说我们何必伤心呢？佛陀涅槃呢，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那大迦叶呢，觉得呢要让正法久住，就要结集经典，所以呢，他就主持三藏圣典的结集。那我们如果这样子看哈。佛在世的时候跟佛涅槃以后，这是两个不同时间。十大弟子呢，领导僧团，佛在世的时候基本上是两位啊，就是双贤弟子的舍利弗跟目犍连。处理僧团事务呢，可能再加上阿难尊者啊，因为阿难尊者呢。是跟佛弟子、跟佛之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但是佛涅槃以后的领导，他就落到这个大迦叶的这个身上。那大概呢，佛涅槃以后的那个夏天，大概差不多90天左右呢，就开始结集经典了。地点呢，在王舍城的七叶窟。
那上首呢，主要是公推大迦摄主持，然后呢，阿难尊者呢诵这个经，阿那律呢那个优婆里，总共有大概有四个哈、这个优婆里呢就诵这个律啊哈。那总共大概四个人为上首，就是大迦摄、阿难、阿那律啦、优婆里啦、富楼那。那一开始要结集的时候，其实阿难呢，他并没有这个被接受进入这个结集，因为来结集的呢，必须要有四果阿罗汉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但是阿难呢，他在一个晚上呢，他就证到这个四果。那阿难呢，他这个进入这个圣典结集里面，他其实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把听闻的佛法呢，就能够把它送出来。那迦摄呢，他在佛涅槃以后，他同理大众，让经典能够结集呢，其实他也有很大的一个贡献。不过大迦摄呢，他在利他方面，就是说法方面，就没有像目犍连跟舍利佛一样那么积极利他，所以对现今佛教，他其实也有一些影响。像我们今日佛教呢，有一些比较退隐的、比较山林的、比较保守的、比较苦行的这样的风气呢，这样的氛围很重。他跟这个大迦摄有受大迦摄这样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那这个在经论里面呢，也有提到说，佛陀呢将法呢付诸于迦摄啊，所以呢我们有佛陀拈花，迦摄微笑，佛付诸正法藏于迦摄尊者。那后来呢，迦摄尊者移鸡足山波涅盘那传说呢，他留身在鸡足山就是在那边呢恭候弥勒尊佛的龙华三会。好，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这是十大弟子的第六位是大迦摄尊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一位，第七位呢是摩诃迦旃延。那他是议论第一，议论第一跟说法第一这两位呢，他有点类似他们两位都非常的会演说佛法。那这个迦旃延呢，他是他主要是以他的姓为他的这个名字那后来呢，他的父母亲呢送他去他的舅舅那个地方去学一些外道法。那这个他的舅舅是谁呢？就是很有名的叫做阿斯陀仙。那这个阿斯陀仙人呢，他是为悉达多就是佛陀看相，说这个悉达多王子呢后来呢会出家成佛的这个阿斯陀仙。所以那个仙人很厉害，他看到那个迦旃延呢，就知道说他是一个法器，他就告诉迦旃延说，你要等佛陀出世，出世以后呢，你要去找他修学这个解脱法。那后来呢这个迦旃延呢的确呢就去找了佛陀那出家修行。那在摩诃迦旃延呢他很会说法那在他的说法里面呢，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他宣传平等宣传平等。那这个平等呢分为两类，第一个是种性平等，
跟老年青年的平等，这个呢是挑战，在当时印度四姓阶级，种姓平等就是四个四种姓平等，在印度呢，早期呢是婆罗门至上排在第一位，刹帝利王公贵族第二位，商人等等他是吠舍是第三位。那贱族奴隶是首陀罗的第四位，他主张种姓平等，主张老年跟青年平等。老年跟青年平等这个比较挑战到中国了，中国呢是比较敬老尊贤。好，我们看他怎么挑战。那迦旃延的教化呢，他有一个特点，他跟富罗那有点不同，富罗那不太一样，他的一个特点呢，他是善于个别说法，也就是说他善于单一的说法。那比如说我们讲到了第一个种姓平等呢，有一次有一个国王呢就指责他，因为迦旃延他的父亲呢是婆罗门，他也是一开始信仰婆罗门，那后来呢跟刹帝利的这个释迦佛呢而出家，所以这个国王就指责他，他说：“迦旃延啊，你是从第一种姓的婆罗门而跟第二种姓的佛陀出家，做他的弟子，这样是降级啊，你不感到屈辱吗？”那迦旃延呢，他就说职业的确有四阶级，但是四阶级呢皆有善恶，比如说婆罗门呢，他每天杀盗淫妄，杀人无数，不守善行，这样的婆罗门呢其实是不值得我们尊敬的。好，这是第一个，他挑战种姓平等。后来那个国王听了以后呢，他觉得很有道理，那后来也皈依了佛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挑战什么呢？他说明老年跟青年的平等。又有一个婆罗门，他有一次呢，他看到摩诃迦旃延跟一个出家人比丘在用餐。那这个婆罗门看到他从婆罗门又转到这个跟佛陀出家，一看到他已经很火大，所以呢他进来的时候，因为他年纪很大，那也很有威望，那所有的人呢都起立让座，只有谁没有让座呢？只有迦旃延，迦旃延装作没看到。那这个老婆罗门呢就对他呵斥一番了，呵斥完了以后呢，言语非常的不客气，动作也非常的粗鲁，可能有拍桌抗议这样了。那这个迦旃延就跟他讲，他说你年纪虽然很大，但是从你的言语的这样的粗鲁，身形的这样的无礼，你实在不配合一个令人尊敬的一个长者，也不值得人们的一个尊敬。后来这个老婆罗门呢自知理亏呢，又只好默默离开了。所以他这个宣传平等呢，种姓平等跟老年平等，他的说法呢他能够分别生育，也能够略说法义，也就是他能够深入浅出的说一切法，而且他有很多的方便，有很多的一个善巧，他也常常呢代佛说法，也就是说佛呢有时候呢在迦旃延在的时候佛陀就会休息一下请他代为说法，代为跟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而说法。那我们说他是议论第一，他在说法呢有很多的善巧方便，比如说他为穷人说法，
他很有善巧方便，他说你可以把贫穷卖给我吗？请问一下，你可以把贫穷卖给我吗？有一次呢，他碰到一个富人呢，他在河边呢想要投河自尽了哈。那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自杀啊？”富人就说：“因为我是奴隶啊，这个吃不饱啊，穿不暖啊，常常被打被骂，那整天劳动，非常的辛苦。”那家瞻眼就说：“你那么贫穷，那你的贫穷可以出卖吗？你可以卖给我吗？”那富人说：“那怎么卖？”他说：“有钱的人，有钱的富人，他是前世布施，今生才享受今生的富贵。贫穷就是没有布施嘛。那你现在对我布施修福，那不就是把贫穷卖给我吗？所以你对我布施，就是把贫穷卖给我。”那富人就说：“但是我现在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啊，我怎么样的布施呢？”后来迦瞻眼呢就把他的钵交给富人，他说：“这样好了，你可不可以把钵呢装一钵水给我？那这样就是行这个大布施啦。”那富人呢就去装了一钵水，布施给迦瞻眼。好，所以他终于把贫穷卖给谁了？卖给迦瞻眼了。那富人呢也因此布施给迦瞻眼的功德呢因此而升天。所以他的说法呢这个非常有方便善巧。那他在说法的时候呢，他的思维非常的敏捷，回答呢他也都会切中主题。比如说有人问他说：“如果婆罗门跟婆罗门相争，刹帝利跟刹帝利相争，也就世俗人跟世俗人相争，他到底在争什么？”他就回答说：“他是为了贪欲而相争。”那这个人又继续问了：“如果比丘跟比丘相争，他是为了什么而相争？”他说：“是因为我见跟法执的关系，所以呢，他们会相争。”那这个人又问了，综合前面两个问题，他说：“那什么人可以离开这些贪欲啊？什么人呢？他可以没有我见啊，没有法执啊，没有我执啊，没有法执啊？”他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我的老师。”不是我，是我的老师。谁呢？释迦牟尼佛。所以他的说法呢非常的善巧。那譬如说他在这个对国王说法的时候，你看他都是对个人哦，他都对个人哈。这个国王呢因为死了王妃，他最心爱的王妃死掉了，他就把这个王妃呢泡在那个这个芝麻油里面。他宣告全国，如果有人能够让这个王妃呢能够复活的话，那我有重赏。那后来呢就找了很多人去想办法，后来找到迦瞻眼。那迦瞻眼去的时候呢他就从一棵树的树干采了一只树枝下来，他告诉这个国王说：“这个树枝从树干采下来，它还会活吗？”国王说：“当然是不会了。”采下来，它已经离开那个树干了。那迦瞻眼也告诉这个国王，他说：“王妃也是一样，她的业报已尽，她已经死亡，死了之后还能复生吗？”他说：“没办法复生。”所以国王呢也了解到这个生老病死的道理。那迦瞻眼呢就劝他。劝这个国王呢，你应该把你对个人的这个爱情的情爱转化成什么呢？慈悲，慈爱一切众生，慈爱你一切的人民。好，那
这个国王呢听了以后呢也信受奉行，所以这个加瞻眼呢议论他很会这个议论这个佛法啊，他善于个别演说。那迦瞻衍跟富罗那都善于演说佛法，他的说法呢，他的方式呢，他先阐述这个原则，再举这个实例，这是他说法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也度化了非常多的一个众生。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呢是富楼那，富楼那是说法第一哈。那富楼那他的名字呢也叫做满慈子哈，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做满呐哈，他的母亲呢叫做慈，富楼那叫满，弥多罗叫做慈，好，满跟慈的儿子呢叫做满慈子，那。他也是很出家以后呢，他也是很快速就证果的，一位哈。刚才提到说快速证果的呢，像那个舍利弗啦，目犍连啦，大迦叶啦，富楼那啊，他其实都是很快速证果的。比较慢的就是，阿难尊者。好，这个富楼那呢？他除了这个说法哈，他说法第一呢，其实从他的过去生来看哈，他在无量生之前呢，他其实都是诸佛说法。我们可以这样子看的哈，比如说他这一生呢是修苦行，跟他的前生有没有关系？有，都是这样子串习过来的。同样的，富楼那也是一样哈，他过去生都是诸佛说法。那说法呢要有什么呢？要有讲堂，要有金色，所以他也发动建造金色跟讲堂。那富楼那说法的人有时是蛮勇敢的哈，这个他就会做一些劝谏，他有时候会劝谏一些放逸的比丘啊，那因为有一些比丘呢，表面上虽然披上袈裟，但是呢，却违背佛陀的一个教导。那有时候比丘呢教人家布施，自己呢他却沉溺于五欲啊，他批评呢这个僧团里面的一些乱象啊，他劝谏于这一些放逸懈怠的这些比丘啊，要这个弘法利身，要精进的修行。那富楼那弘法呢？他这个四处的弘法，他可能今天在这个城，明天在那个城，白天在大街，晚上呢，在这个山间林边等等。那他建好的金舍呢，他就让有道德的人呢去住，自己又弘化到其他地方。富楼那呢，他是一个很有方便善巧的一个布教师，他善于随机设教，方便说法，他能够善巧的方便说法。那这边呢也有提到这个布教的这个实德哈，也就是说我们在布教的时候呢，布教师呢应该具备十种功德。这个在我们课本的216页这边有提到，布教的时候要善知法义，对法义呢要深广的了解，能为宣说，处众无畏，要辩才无碍，方便巧说，随法行法，具足这个威仪，勇猛精进，身无怨倦，成就这个威力。他要这个布教呢有这个十种的功德。那我们说他很会说法嘛哈，我们看这边有几个例子，对医生、对官吏，还有对关在
老语的频婆娑罗王他的说法的方式。那他对医生说法，他跟医生讲，他说医生呢能够医身体的病，但是呢医生他是不能医心里的贪嗔痴，他跟医生是这么说的。那对官吏说法呢，他对官吏说，你们这些当官，他可以对治这些犯罪的人，你可以给他一些处罚，但是你没有办法这个医治呢，对治呢这一些不犯罪的人。唯有佛法能让人不犯罪。好，所以他对这个官吏呢，他就说到，唯有佛陀的五戒十善的道理能让人不犯罪。那这个官吏呢，也信受奉行，医生也信受奉行。那他对农民说法，农夫，他说你们种植这些花果可以滋养你的色身，但是呢唯有奉事三宝学习佛法才可以长养你的法身。他对医生对官吏对农民呢，他都用这样的一个方便善巧让他们知道说佛法是殊胜的，唯有学习佛法呢才能够去向于解脱。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毗婆娑罗王呢，他被阿舍四王他的儿子囚禁嘛，那因为阿舍四王呢他是受到那个提婆达多的这个鼓动呢，所以他把他的父王也就是他的国王他的爸爸阿舍四王呢就把他关在牢里。那富罗那呢有一次呢就去牢狱呢开示这个频婆娑罗王。那他就告诉这个频婆娑罗王，他说你在牢狱呢被囚禁，你失去了自由嘛，他说其实呢没有进去监狱的人也一样被囚禁了。没有进去监狱的人他被什么囚禁呢？他被金钱，他被名利，他被美色所囚禁。那不论是有被囚禁没有被囚禁呢，我们其实都在生老病死当中。娑婆世界就是一个大牢狱啊，不论坐牢如你或是没有坐牢的芸芸众生都免不了一死。那唯有称念弥陀的圣号阿弥陀佛才能够真正的解脱。好，这个是他对毗婆娑罗王的说法。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不要被烦恼所囚困，所以我们的内心其实就是自在的，我们内心就是解脱的。你现在人虽然在监狱里面，你只要心中有佛法，那其实呢 你的心是没有被囚禁的。好，这是他对国王的一个说法。那另外呢第九个呢，他是具有不怕难不怕死的弘法的布教的精神，这个就很有名的，我们常常会举到这个例子。也就是说有一次呢富罗那要到边地去弘法。那佛陀知道说这个边地呢这里的人民呢非常的暴力可能会产生对弘法的这个弘法师呢产生一些伤害。那佛陀就跟他讲说他可能骂你哦那富罗那就说如果有人骂我还好，他没有打我那佛陀说如果打你呢他如果打我还好没有用刀杖来伤我那如果用刀杖来伤你呢你怎么办呢？他说如果他用刀杖来伤我表示他们还有人性，因为没有把我打死啊，如果他把你打死怎么办呢？
哦，那我就要感谢他了，因为呢，他杀害了我的色身，终于把我杀了，让我呢进入了涅槃，帮助用我的身体报答这个佛恩，进入到涅槃。所以呢，他有什么呢？他的弘法，他有不怕难，有什么不怕死的精神？哦，我们修行有没有这种不怕难跟不怕死的精神？好，我们应该没有啊。我们怕难啊，这个修行很难啊，这个也怕死啊，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跟谁学习呢？跟富楼那啊。那第十个呢？他对大家是第一次结集呢，表示不同的意见。那也就是说，对他的十事八法呢，这个在饮食上面呢，有八法，他不表认同啊。这是十法八事呢，在我们的课本217页，也就是说，这八个内容呢，迦叶尊者应该，他认为应该做。富楼那呢，他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要做这八件事情，他对僧团呢会很不利。这八法是什么呢？内宿、内主、自主、自取食、早起、受食、从彼持食来，还有杂果，第八个持水所出可食物，那因为他对食物有这种种很严格的限制，他认为说，如果饥荒的时候，米价昂贵的时候，如果有这么多限制的话，其实呢，对僧团会很不利。那迦叶尊者跟富楼那都互不让步，那富楼那也说，他也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认为说，他也是亲从佛那里听来的这些法所以呢，种下部派分化的种子。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迦叶尊者跟富楼那呢，他在一些对戒律的看法上面，其实他是有在有差异的哈。那第十二个呢，这个是提到他的弘法精神呢，他是近似于什么菩萨的风格。十大弟子里面有一位他不太弘法的，是哪一位？迦叶尊者迦叶尊者。所以你看哈，他们在戒律上的看法也不太一样。那我请问一下，阿难尊者他的看法会比较接近大迦叶还是富楼那？富楼那。那迦叶尊者他跟谁的看法会比较接近呢？跟优婆里。所以他请谁来诵律呢？优婆里。所以在一些见解上面呢，其实呢，就是会有一点差别。那这个是在佛事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不同哈。好，另外呢，富楼那呢，其实佛也受记受记这个富楼那呢，他也未来呢，他也成佛。刚才有一个有受记的是哪一位呢？华光如来嘛那他是佛受记，他叫做法明如来。富罗那的说法呢，它是方便，它很有方便善巧，而且能够因病与药，那能够观机斗教，事理圆融，非常难得的一个说法师，这两位都很会说法，就是迦旃延跟富罗那，其实还有一位也很会说法，舍利弗，舍利弗太多第一呀，所以呢，他把必须让出一些第一给其他人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九位优婆离是持戒第一，那他有一个特色呢，他的出身很低哈，他是出生于首陀罗。其实，在印度哈，尤其2500多年前哈，四姓阶级的这种观念更强，啊，怎么有可能让这些贱民奴隶出家呢？但是释迦牟尼佛呢，平等视众生，而且他出家之后呢，他严谨的持守戒律，他在僧团的地位呢，他是很高，他是僧团里面的上首，因为他持律为众生的上首。那他在出家前呢，是首陀罗的理法师。他为什么会出家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呢，成道以后，回国以后，那很多王子呢要跟他出家，那就找一个理发师要去理发，那就是他了，他发现说，连王子都要出家，那我这个理发师呢，还留在世间干什么？他们是王子都追求解脱之道了，我这个理发师呢，还在贪着世间的五欲，但是呢，怎么办呢？他后来去找谁呢？找舍利佛，但是，这一位优婆里呢，他是理法师嘛，其实他也跟那个佛陀呢理法过，就是佛回来的时候呢，就跟佛理法，佛就跟他对话，在对话当中呢，他就证到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好厉害！对话一对话，佛呢就跟他讲说：“你哪里有问题？”他证到初禅了，一直证到四禅，那这件事情就过了。所以舍利佛呢，他就知道这件事情，他发现这个优婆里呢是个法器，那相传呢，在当时有7个王子要出家，后来呢，7个王子还没出家，谁先出家了？优婆里先出家了，所以呢，他在僧团的地位为什么很高？因为他的出家时间也比较早，后来呢，释迦牟尼佛也叫这些后来出家的王子去，这个顶礼这个优婆里尊者，所以他先于多位王子之前出家。那因为他是持戒第一嘛，所以哪一些人很讨厌他？不持戒的人很讨厌，看到他来他就。啊，头痛了哈，又要叫我们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哈。尤其是那个六群比丘哈，看到他哈，就很讨厌他。那另外呢，他常常也去习争，也就是僧团当中哈有争论了哈，就比丘跟比丘当中有争论，常常会派他去，因为他非常的公平公正去处理这些事情。那他的习僧原则，注意了，彼处僧事，彼处断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教室里面，如果有人产生争论，就在这个地方解决就好了。我们这边是3楼，要不要讲到2楼去？要不要讲到1楼去？要不要讲到其他的道场去？不要。彼处僧事，彼处断处，那他也常常拜佛问戒，然后因而自戒。比如说，出家人可不可以做媒人呢？此女育于男，此女育于女，这个做这个媒人不可以啊，佛就自戒了哈。所以他常向拜佛，常常的拜佛去问这个戒律哈，然后自戒。那刚才提到说，第一次结集的时候，他就是负责结集什么呢？律藏。所以大家这边注意一下哈，十大弟子当中哈，重罚的是谁？我们说经律论呢，经比较偏向于法了哈，经律论，律呢偏向于律哈。那重律的是优婆里。那我们如果看那个大迦叶，他是重法还是重律？他重法还是重律？重法，偏向于重法。
它是重律的。哎，那阿难是什么呢？阿难是重法的。好，我们看最后一个解空第一。好，解空第一是须菩提，那它也叫做空身，好，也叫善己。为什么叫空身呢？他出生的时候，他家仓库的东西突然都不见了，啊，过两天又回来了，好，空，好，那他也叫善己，哈，他出生是很吉祥的。刚才提到说，啊，他是其父怎么样呢？啊，不其品。那他这边讲到解空第一呢，啊，这个什么是空呢？好，我们看到课本223页，他说什么是空？空是指宇宙世间一切事物因缘所生，因缘所灭。佛教的所讲的空呢，它不是虚无的空，它不是空洞的空，它不是无因果的空，它不是破坏因缘所生法的空。这个空呢，是不离缘起有，在缘起有当中呢，去体悟这个毕竟空。好，所以这个空，好，如果我们有这个空性的体悟，啊，空性的理解，空性的修行，啊，那我们就会产生无量无边的一个功德。那须菩提呢，他有修一个三昧，我觉得这个三昧非常重要，叫做无真三昧，啊，那他跟他的修空是有关的，啊，因为，啊，我们证到一切诸法毕竟空，啊，我们都在人我当中是有还是空呢？我们在人我当中，人我是非当中认为都是有，那就有争论有烦恼，啊，就有争嘛。但是呢，他常行在空三昧当中，啊，他就无争。所以，有一阵子呢，我在佛学院里面呢，我跟人家有一些，啊，这个争论，我就在想说，我看到这个语词啊，无真三昧啊，那须菩提为什么要修这个无真三昧？因为世间人已经很苦了，我们在跟他争论呢，他是苦上加苦。所以从慈悲上面呢，我们不要慈，让众生苦上加苦。从我们自己呢，我们去跟他跟别人争论，也是一种什么呢？烦恼。所以啊，须菩提的这个无真三昧呢，是非常殊胜的，有机会大家可以针对这个三昧再深入。那另外他也是佛所赞叹的第一离欲阿罗汉，他是解空第一，观空第一。我们说性解行证嘛，我们了解空，空是什么呢？空有两种，我空跟什么法空。那他是断除我执跟法执，断除什么呢？烦恼障跟所知障。那所以在般若会上呢，佛呢也请他说什么？请他说般若波罗蜜。般若会上呢是有声闻跟菩萨嘛，但是当机众呢，他也请那个须菩提呢说般若波罗蜜。其实般若波罗蜜呢就是观空正空乃至学空不正，它跟空是有关的。在金刚经里面呢，须菩提也是当机众。比如《金刚经》里面讲到，忍入波罗蜜，即非忍入波罗蜜，是名忍入波罗蜜。它跟那个观空也是有关的。那另外呢，第九项佛道刀立天为母说法呢，回到人间，那谁第一个见到佛呢？须菩提。但是正见到那个色身佛是莲花色比丘尼嘛，因为佛去倒立天为母说法嘛，回来的时候大家都三个月没看到佛陀，大家都很想看到佛陀，然后大家就 在想说，我一定要第一个见到佛陀。那莲花色比丘尼因为他神通第一嘛，他看到佛陀的时候，终于旁边都没人，谁第一个见到佛陀啊？莲花色比丘尼。后来佛陀就告诉他，哦，不是你，是须菩提。因为须菩提呢，他在当下呢就是在观空啊，缘起有毕竟空，正道佛的缘起法，在修这个缘起性空，缘起本空。我们说
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那这个见佛的人是谁呢？须菩提，他是见到色身还是法身？法身。法身。好，所以第一个见佛的，是须菩提。好，在我们今天介绍的十大弟子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偏重的特质。智慧第一的舍利佛，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天眼第一的阿那利，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密行第一的罗侯罗，苦行第一的大迦叶，议论第一的迦旃延，说法第一富罗那，持戒第一优婆离，解空第一须菩提。如果让你们十个选一个，你们会选哪一个？好，那你们就慢慢选择。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们请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一切众生与我等，众生与我等，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非常感谢大家。